开始吗？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徐新文的 MB。那我们今天来到了终极一班室的宣传会现场。然后现在在现场的是那个洪正。大家好，我上次对着伟晶说，洪正是吗？他应该很生气吧？他居然觉得我没礼貌，他应该会翻白眼。他算了，对。然后我们今天呢有一个 call 任务，就是要让洪正打给一个人。对，但是他打给人的时候，我这边信封里面有一些神秘的任务，然后他抽到哪个任务，他就要照着念出那个台词这样子。好，那你想要打给谁？我本来想打给团员，但是我发现他们现在这个时间都在工作，没有人回我。因为其实就是私底下是不太熟的，所以就是没有人要接他电话，没有啊。他刚才就是很懂伟晶在干嘛，我刚才刚说当打给伟晶好不好？说伟晶现在就在我家。没有，我说他在拍戏。好，所以你要打给谁？我打给雨薇。啊、哦，雨薇不是邵雨薇对不对？对，是胡雨薇。好，那你先打看看。现在任务已经开始了吗？对啊，你可以先打一下啊。对，还是我们慢一点，像几个人在看，还没破百，有破百，好，那我要打喽。好，你现在知道他，等下你知道他在干嘛吗？我不确定，不确定。那你们平常会去喝酒吗？如果试一下，比较少。但是如果有聚在一起的话，还是会有小聚会。聚在一起都是在干嘛？就是聊聊彼此最近在干什么、那会带彼此小酌一下，会带彼此的女朋友去？不会啦。就是大家都是男生的场合这样。好、你就先跟他聊天。好，他不能让他知道在直播，对不对？不能。What's up, man? What's up, man? 好久不见。好久，太久不见。你没有忘记我是谁吧？你没有忘记我是谁吧？没有忘记啊，我手机都有你名字，还忘记什么？你在干嘛？我在躺着。躺着？你受伤了？没有啊，昨天那个什么，是杀青球啊。哦，杀青球哦，那你现在应该头很痛。不痛。不痛。没有碰到球，但是还是有那个胆量。哦，有酒胆了、没酒量。有酒量，好不好？拜托。我现在我想跟你说一件事，我刚起床做了一个梦。OK。然后我的梦里面呢、我发现你好温柔，虽然你本来就很温柔了啦。意思是我出柜的意思吗？不是，就是你很温柔，然后你还一直说要陪我。我陪你。对。所以是我出柜吗？不是啦，你说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会离开我，你还说你很喜欢我，我这是梦了。OK。OK。你还说你很喜欢我？他是说什么样的喜欢重点？就不是朋友的喜欢啊。对啊，所以你根本就是出柜了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很希望这些不是梦话。所以我要说什么？我爱你吗？你爱我吗？我爱你。爱你啊！你不是喝醉了，所以才说这个话哈？我没有啊，我很清醒的现在。啊，可是。可是我们可以好好勇敢的爱一场吗？你现在有女朋友吗？啊，没有，我不要这样，你要我拍。不是啊，我说你有女朋友。收集类的。你现在有女朋友吗？跟你一起拍的收集啊。你现在有女朋友吗？你听着我的，你如果我那么爱你的话，你觉得我会有朋友？哈哈，那我不能没有你，我不能离开你。啊，什么时候？你赶快过来、好啦，那如果我下次再见到你，我让你知道，我对你的感觉和你对我的感觉是一样，我也爱你。我爱你。这是什么活动啊？好容易哦，为什么他马上知道？什么活动？对，我们现在正在直播，你要跟大家打个招呼吗 ？Hello， 雨薇。Hello。结果没想到你这么好配合哎！好配合当然啦，就是有爱当然会配合啊，拜托。有爱当然会配合，有听到？哦，所以如果要 cue 你们打击，应该也 OK。现在怎么打击？我是说之后实体的时候，实体的人。我跟你讲，那你骑车或开车过来，然后就一直直播到进我们，然后我们再打击一下。
讲。这样大家就知道你住哪里。没关系，为了爱。他家住哪里？他家住哪里？你家住哪一区？哪一区？西区。西区哦。信义区。西区哦。西区。还什么区的？西区。你觉得直播啊？跟谁直播、啊？你是微博直播还是这个？脸书。脸书的直播。脸书直播。对。你是第一次直播、啊？我没有直播啦，我超常直播的。哎，因为我是这个就是吧，上个月。上个月第一次也直播，觉得好不习惯的，但是开始慢慢的适应。你说直播这件事情吗？对啊对啊对啊。为什么还是不习惯？为什么不习惯？对啊，不知道，以前都是留言，然后发什么文章啊什么的。哦。以前直播就是比较直接，然后不能乱来。安机啊。哦。对啊。不一样的压力，现场压力。压力比较大。了解。谢谢你配合我，我是真的爱你哦，我是真的爱你哦。对啊，这是为了爱。好。好，等你清醒一点，我们再约。OK。好，谢谢哦。OK。拜拜。你知道这台词是从哪来的吗？我不晓得。就是我从一个那个什么那个红镜 CP 的那个同人小说里面抄来的。哦。对，然后说就是里面的同人小说，网友会把我们弄成一对，然后有各种剧情这样。对，然后这场戏就是好像是你就是起床之后，然后你就。然后梦到什么一个梦，然后你就跟韦静告白，嗯，他就说梦，然后你们就做了，是吧？就那个，就那个什么，有些什么，你说我跟韦静吗？对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出那个词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什么蜜汁汁，然后人家浴室的什么东西，对，所以你对那个粉丝这样幻想你们，你感觉是如何？其实这个已经不是近期的事情，因为他们，我很讶异的是，他们到现在都还有在继续更新这件事情。因为从一般大概是三年前吧，三年前，然后到现在，他们一直有在持续做我们两个的同系列的小说，好像是引用剧情里面的名字叫做《以战止歌》嘛，就这个系列，然后要一直下来，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系列，不止一个作者啊，就大家都会一直在。疯狂的涌入这个我们算是辅剧情这样子，我觉得蛮好的、啊，因为可以满足粉丝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幻想和释放他们的压力。那可以满足你的幻想吗？满足我的幻想吗？因为其实我也有看过几篇，然后我发现就是说他们真的太有想象力，超有对，而且这个剧情如果真的活生生形的发生的话，就跟刚刚的直播一样啊，我跟雨薇。说了这些台词，他马上就知道说，哦，你有鬼，可能也是表演者的直觉吧，就觉得说正常人不会说出这样子的话，这样子。对，他就直接在那边跟你说我也爱你什么之类的，天生综艺咖。对啊，那如果是说，因为你的每个团员每个人几乎都有配对，那你会最想跟谁配对？我跟韦静配对的效果最好啊。好，所以如果真的拍成戏，你是 OK 的。我 OK 啊。哎，会有那些什么花苞跟蜜汁之类的东西。你说有滚床单的情节的话吗？我相信导演会用他的手法来帮我们吧。这完全 OK。我个人的部分是 OK 的。好，对。好，粉丝你们还对洪正有什么问题吗？有吗？打招呼吧。打招呼，跟他们打招呼。嗯，大家好，我是 Special 洪正，你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直播哦，直播哦，没有 NG 的直播哦。那你现在应该做一件就是会 NG 的事情，是吗？会 NG 的是挖鼻屎之类的吗？来挖鼻屎啊！在直播挖鼻屎啊！我们来三种放电方式。三种放电方式。对对对对，好，第一种，第二种，第三种。还是要看两遍。三种放电方式。好，满意了吗？开心了吧？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的简单的直播就到这边结束哦。跟大家说拜拜。今天的任务算成功吗？我觉得很成功啊。call out 大成功。而且call out胡宇威有没有？虽然粉丝有些人的 couple 的粉丝可能要心碎了。哦，真的吗？他们回去已经开始在写小说，写另外一本。我本来要打给韦静的。对。
但是他现在正在工作，正在忙，他没有接我电话，坏坏。